丈夫，那么点点挫折就受不了，像娘们一样躲在桌子下头，有屁用啊！我告诉你，男人穷并不要紧，但要有骨气，有才学，不然就算读一辈子书，也不过是个废物。想回家乡了？要是为了这个就想回家乡，为什么当初你要出来？你就别做梦了。做人如果没梦想，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？我忍了三年，就是想等一个机会，我想争一口气，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，我是要告诉人家我身上的东西，我一定要拿回来。你信不信有神？信，我就是神，神也是人，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就是神。男儿志在四方，我们年轻痴呆不有什么关系，如果不到外面去见识见识，我们不是损失了？怕那么多干嘛？凑合凑合吧，总不会一辈子倒霉。做人呐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。